看这一题，他说在会议室圆桌上有八个位置，顺时针哈依序放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名牌，我们将参与这场会议的人哈也给他编号，依序为一二三一直到八，有八个人，其中的话呢一号哈一定会先抵达。然后并坐在编号3的位置，其他人则依乱序到来，就是说次序没有固定的，先找到自己的座位，如果座位是空的那就坐下来，如果被占的话就往顺时针方向坐下一个位置，等到一个人坐定以后，另一个人的话再进来，然后的话他说最后共有几种不同做法。我们接下来看哦，首先的话哈，一号已经呢坐到三号去了，那二号的话他无论什么时候进来的话一定能够坐到自己的位置，为什么？因为其他人进来的话他的号数呢比他多了，所以的话哈他一定会什么呢，一定会坐到二的位置，比如说四号进来，他如果空着的话就坐四号，如果的话没有空着的话他已经坐后面，不会呢坐到二号来，所以不论二号什么时候来他一定可以坐到自己的位置，所以呢这个就不讨论了，他一定会坐到这个位置，只有一种方法。好，那会坐到呢其他位置的话就只有什么呢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只有这六个人，而且的话哈，三号呢一定没有办法坐到自己的位置，三号一定没有办法坐到自己的位置，啊，其他的话呢有可能坐到自己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先看呢第一种情形，第一种情形的话就是说哈，没有人坐到呢自己的位置，就是这些人啊没有一个人坐到自己的位置。那个情况数的话呢有几种呢？只有一种，就是三号哈，他一定会坐到呢第四号来。三号如果没有坐到第四号来的话，坐到五号来，比如说他比较晚来，他比较晚来的话坐到五号的话，那么四号的话他一定能够坐到自己的位置，所以的话如果没有人能够坐到自己的位置的话，三号一定会坐到四号，以此类推，四号他一定会坐到五号，如果四号不坐到五号的话，五号一定会坐到自己的位置，同样道理，五号的话一定要坐到六号，六号一定要坐到七号，七号一定要坐到八号，八号的话他只能呢坐第一个位置，第一个位置没人坐。那这个呢是吧，这个是说这六个人的话都没有坐到自己位的情况，事实上应该这样讲，就这五个人啊都没有坐到自己的位置的情况，因为三号一定不会坐到自己的位置，这个就是说哈，五个人的话通通没有坐到自己位置的情况，只有一种，我们叫西五取零啊，就这五个人的话没有一个人坐到自己位置。好，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坐到自己位置，比如说四号坐到自己位置，那四号坐到自己位置的话，那其他人都没有坐到这个位置，那就是三五六七八。好，假如说四号坐到自己的位置的话，那么呢他的什么呢，这些人都没有坐到自己的位置的话，也是只有一种方法而已，就三号他一定会坐到五号，因为三号如果不再不坐五号的话，五号他一定会坐到自己的位置，好，那五号他一定会坐到六号，六号他一定会坐到七号，七号他一定会坐到八号，八号他一定会坐到一号，这种情况就是说四号有坐到自己的位置的话是这种情况，啊，当然同样道理，五号如果坐到这些位置的话，又有一种情况，所以的话，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是说，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个人坐到这些位置，他状况是有几种呢？就是五啦，就是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五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人坐到这些位置，那是有这么多种情况，以此类推啊，第三种情况。就有两个人坐到自己的位置，这假设是，七
把这两个人坐到自己位置好了。哦，就是说哈，假设了啊，七把这两个人坐到自己位置，那三，三四五六，那三号的话哈，他一定要坐到四号来。哦，假设七有坐到自己位置，八也有坐到自己位置的话，那三号一定坐到四号。四号的话一定是坐到五号，五号的话一定坐到六号，然后六号的话他一定是坐到一号。那这个话有几种情况啊？就是说哈，一二三四五五个人，五个人其中的话哈，有两个人的话坐到这些位置，所以有这么多种情况，以此类推啊。如果四个人坐到这些位置，这第一种情况呢，没有人坐到这些位置；第二种情况，第三。第四种情况有三个人坐到这些位置，比如说是四、五、六，这三个人坐到这些位置，这是三、七、八，那三一定坐到七号位置，七号一定是坐到第八号位置，八号一定是坐到第一号位置，但是坐到这些位置四、四、四，那这个的话就多少？就西五取三呐、啊，哦，这五个人。其中有三个人坐到这个位置，那、啊、同样道理哈、哦，就是说，有这个四个人坐到这个位置的话，那么他的方法是有五取四，第五种情况。第六种情况的话哈、哦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五个人，五个人的话哈、哦，全部呢坐到自己的位置，五个人全部坐到自己的位置的话，只也是只有一种情况。就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五个人全部坐到自己的位置，然后呢，只有三没有坐到自己的位置，三一定坐到一号，那其他都坐到自己的位置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啊，这个人西五取五，只有一种情况，所以他总方法数有几种呢？总方法数有。西五取零，加西五取一，加西五取二，加西五取三，加西五取四，他再加多少？加这西五取，那这刚好什么呢？刚好是二的五次方，好，二项是定，然后这样子的话等于三十二，所以总共有三十二种做法。